Auction 是拍卖的意思。据说啊，拍卖这种买卖方式是古罗马人所创立的。传统的拍卖程序是由竞买者对所售物品争相加价，以拍卖人的最高价格成交。Auction 一词则是由拉丁语中表示增加的单词演变而来的，这也恰恰反映了这种加价竞拍的买卖程序。我们说竞拍某物就是 bid on something at an auction， 某物要被拍卖了，就是 something is up for auction。Auction 还可以用作动词，例如某物被拍卖了，就是 something is auctioned。